来，小朋友，我们现在拿出这一本书，白色的，然后它有青色的字的这一本练习簿。OK， 现在我要你们打开第二十一面，打开第二十一面。OK， 上面写着练习十一，练习十一。现在我要你们写上你们的姓名以及日期，写上今天的日期啊。然后我们一起读 A， 读读，想想，画画，涂涂。OK， 你们的小小手可以做什么？你们的小小手。OK， 小朋友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小小手可以做什么。你们可以刷牙，对不对？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刷牙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可以洗脸，洗你们的脸，可以洗脸。还有呢，睡觉起来别忘了自己折被，可以自己学习折如何的折被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帮助别人，看到别人有需要，你也可以去帮助他。然后呢，你们有空也可以帮妈妈一起做家务，可以帮妈妈一起做家务。所以你们的小小手厉害嘛，它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它可以刷牙，可以洗脸，可以自己折被，可以帮助别人，也可以帮妈妈做家务。所以你们要如何，要好好的去善用你们的小手哦。OK， 麻烦你们可以拍下来一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OK， 我们来看另外一遍啊。OK， 刚刚我们是不是看了那个小小手？所以我要你们动动你们的手，把这些图片画进去，然后涂上颜色。你们可以，你们也不用跟老师的，也可以。你们想要自己看你们的小手可以做什么，你们也可以画进去。OK， 现在我们来看 B， 比一比，连一连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五个字一下，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五个字。伸手的伸，伸手的伸。 OK， 第二个字扶，你看到吗？人家跌倒，你们去扶他起来，扶扶。 OK， next，人家跌倒了，你们要去，这个是什么？跌倒的跌，跌倒的跌，跌。握，握手的握，握手的握。OK， next。走，走路的走，走路的走，你看他在走路，走路的走。OK， 看这里啊。看吗？第一个字，伸手的伸，伸手的伸。你们看这里的五个图片，哪一个他在伸手？他在伸手，你们就跟他连过去。OK， 第二个字，扶，扶。你看谁在扶老奶奶？啊，你们自己连线啊，扶。第三个字，跌，跌倒的跌。哎呦，跌倒了，谁跌倒？你们看图片，谁跌倒了？小杰跌倒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找一下。给第四个，握手的握，握手的握，谁在握手？你们跟他连过去。给第五个，走路的走，你们看到谁在走路？你们连好了吗？动动你们的手啊，记得连好线啊。给我们翻，现在翻开第二面。OK， 现在我要你们翻开第二十二面。看好了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罗里，对不对？来 ，C 查一查，请在 B 图找出五个不同处。OK， 这个我要你们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哪里跟哪里不见掉。你看，例如这个，你看到吗？还有两个星星，两个星星。然后我们看下面的图片，它只有两个星星，然后这个只有这个一个星星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这个圈起来。把这个圈起来 ，OK， 还有其他的四个小朋友，用你们的眼睛来观察，然后看哪里不见，把它圈起来。OK，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面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一起打开练习十二，练习十二，第二十三页，二十三页。OK， 现在我们一起看上面这个啊，练习十二，要写上你们的名字跟今天的日期，写上。你们的名字跟日期，跟我一起读 A， 读读想想画画涂涂 ，A， 读读想想画画涂涂 ，OK，
世界，世界，世界。OK， 世界有什么东西 ？OK， 世界，世界。那这个就是世界地图了。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想象力来想象一下你们的世界是怎样的，然后把它画起来。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旗，每一面国旗都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象征。OK， 世界上有不同的音乐，有其他的国家，他们的语言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他们的音乐也跟我们的语言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的世界是有爱心的，有爱的世界，在我们的世界都是有爱的。然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钱币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钱币啊！你们可以叫爸爸妈妈在网上找给你们看，有不同国家的国旗，有不同的钱币啊，有不一样的世界，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不一样语言的音乐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。我们的世界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我们还没有去发，没有去看过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等长大后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看完做完上面的世界了，对不对？我要你们画上图片，跟涂上美丽的颜色。OK， 下一个 B。利用以下文字写出五个词语。B， 利用以下文字写出五个词语。OK， 五个词语啊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什么字？爱，爱，爱。我们一起来复习下面九个字：电，电，热，热，水，水，国，国。亲，亲，灯，灯，有，有，心，心，火，火。OK，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爱，爱电可以吗？对对，不可以。爱，热，也是不可以，要热爱。OK， 第一题我们写上热爱，热爱。OK， 你们先在这个热这里写上意啊，然后等下你们再自己写上去啊。OK， 爱水，水爱有吗？没有。OK， 爱国啊，爱国有吗？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写上二，爱国，爱国，写在这里。第二题，爱国。OK， 我们再来看第三题，爱亲有吗？没有，亲爱，亲爱。OK， 亲爱有，我们写在第三题，写一个三在这边，亲爱，亲爱。OK， 看了吗 ？OK， 我们现在写第四题。我看一下，爱灯，灯爱有吗？没有。OK， 爱有，爱有有吗？没有，有爱，有爱。OK， 第四题写上有爱，在这里写一个四，有爱，然后给它填充在这一边，好了吗 ？OK， 接下去，爱心。爱心有吗？有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写上五，爱心写在这里，五爱心。来，我们来复习第一个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热爱，热爱，热爱啊！第一题 ，OK， 第二题，爱国，爱国 ，OK， 写在第二题，爱国。OK， 第三题，亲爱，亲爱，写在第三题，亲爱。OK， 第四题，有爱，有爱，写在第四题，有爱。第五题，爱心，爱心，写在这边，爱心，写在这里。
OK， 可以吗，小朋友？ OK， 现在我们一起打开第24面，好了吗？那打开第24面，吸，查一查，吸，查一查。以下哪幅图和其他两幅不一样？OK， 小朋友，现在我要你们观察，哪里一幅是不一样的？我要你们跟它圈起来，OK， 我们一起，你们自己观察，好，跟它圈起来，把不一样的那一幅圈起来。OK， 我们的课就到这里，拜拜。